请问你在吃什么？毛巾。吃毛巾？毛巾什么颜色的？咖啡色的。那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。这个嘞？我想这个。红萝卜。红萝卜？红萝卜怎么吃？红萝卜都要吃暗。你吃给我看，我来表演一下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我。那请问？我。哦，好，你讲你。你，然后呢？这是什么？去。IKEA。买。买什么？买。第二个。第二个是毛裤，第三个是挂裤衩。没礼貌。什么没礼貌？谁教你的？老师教你的。老师教你的、哦、老师没有教我啊。谁没礼貌？不是啊。买苹果、玉米、辣椒、猪肉。还有，麻辣高丽菜。好，胡萝卜吃光光了，来跟爸爸这边讲拜拜。拜拜。挥手。拜拜。右手一起挥。拜拜。好，耶。耶。